講呢一套之前咧，我做翻個事先聲明先嚇，即係先呢啲即係為自己開翻個保護罩先。咁快咁快咁快戴頭盔，戴人頭盔先。播三集，用咗15分鐘就睇完咗啦。我哋計一計數，數物理上計一計，佢用幾多倍速睇嘅應該係呢啲留翻俾觀眾自己。咁個半鐘頭，我15分鐘睇完，大家咪照除咯。大家流曬口水，等到好耐，終於出嚟啦。係咩？會有流口水咩？邊個流口水？冇人流口水。我冇啊，唔係可能有，其實好多人其實係想睇一樣嘢，就係咩咧？點樣接住個熱潮，同埋最後嗰繼續落去。嗰啲唔係叫流口水，嗰啲叫口水戰啫喎，睇到嘅嘢只係。唔係嗰啲唔係啊！突然間話點解要點樣去移植佢水豚啊嘛？哦，好啦，我哋今次一套係講呢個 Love Life 嘅 Sunshine。不過想問問先，大家個 Love Life Sunshine 咧，大家都話喎，即係我哋應該要安翻個中文名俾佢噶嘛，係咪啊？嗯，即係香港應該要翻個中文名咁啊，應該要變成乜嘢呢？我哋有啲人已經講話開始諗緊呢個競猜嘅咯。咩有人講明星鄉下妹喎？應該叫做咁，佢真係鄉下發生。嗰只明星學生、那個，我告訴你，我已經諗咗一個好好嘅名。係點咧？明星學生妹，水陽光，陽光水田。然後跟住仲有另一個版本係月亮，呢、這個咪 Pokemon 嘅設定嚟嘅咯。咦？咁咪要 Pokemon Go 咯？唔使你 Pokemon 通常出兩隊咩？金銀日月。咁而家真係有 sunshine， 嗯，咪有 moon gate 咯 ，moon gate 呢個依家成人版嚟嘅就，點啊夜市啊夜帝啊，係，咁佢的確可以發展成人向嘅。我唔否認，我係對呢方面係有少少偏見嘅。不過 anyway 大家都知啊嘛呢樣嘢。嗱，咁第二樣嘢有啲人問啦，就話咧我哋對於我哋主持咧睇下熟唔熟悉呢套嘢咧，大家可唔可以背出呢個九個即係 Love Life Sunshine 入面嘅人嘅名咧，或者個頭髮顏色都得嘅。喂，衰啲講。我第一代我都想講，我秒數都識唔曬。海味二世、花樣複製人，你永遠你永遠都唔好挑戰樹齡嗰期人名嗰個程度啊！唔係我直接唔係應該咁講嗱，你純粹叫佢啲有啲代號嗰啲名我記得，但你如果問我全名嘅話 ，I'm sorry， 我無能為力。唔係其實咧我記得啦，頭三集今次出嚟咧，其實嗱出啊出曬嚟嘅啲人，但係咧過場性質就都甚重嘅。嗱或者咁講啦 ，Love Life 大成功啦，喺成個業界裏面或者喺一個即係同喺一個圈子喺動漫圈子裏面都係一個好成功嘅產品啦。我唔係商品嘅，咁呢樣嘢另計啦嚇。咁作為一個咁成功嘅產品，佢果斷地完結咗而家最成功的年代，開啟另一頁。對比其實就係話，我、哦、究竟嗱，其實大家當年其實好多人所謂嘅口水戰裏面一直係強調緊，其實 Love Life 個故事有乜好睇啫 ？Love Life 個故事唔係好睇噶嘛 ，Love Life 重點唔係個故事啊嘛，重點其實係睇 MV 啊嘛。睇歌，喂，甚至一開始 Love Life 嘅計劃就係齋播同埋 MV 啫嘛，冇錯，係啊。OK， 而家嘅底下裏面，咁 Sunshine 究竟係一個係一套乜嘢嘅作品呢 ？Sunshine 嘅呢套作品一句概括嚟講就係乜嘢呢 ？Love Life fans 喺失去咗 Love Life 之後，你要如何生活落去？咁悲哀啊！乜講到好似備胎咁嘅？唔係最慘嘅地方係在於而家係嗰啲 Muse 嘅 fans 覺得俾人拋棄咗啊嘛。而家佢一嘢改朝換代就一念一轉，即係之前睇河馬喺動漫無雙講個 post 係咁樣噶，冇曬啲嘢。你咁樣講唔啱啊！即係你唔好話佢係備胎，你應該話一個人戒煙咧，佢要用戒煙香口膠。你食緊嗰支唔係煙，但都有尼古丁嘅成分嘅。我咁講，即係老實講，即係呢套嘢作為一套叫做好 positive 嘅作品，我用啲 positive 少少嘅觀點去講就係咩咧？當 OK Love Life 完，應該話第一代 Love Life Muse 嘅完結啦。作為 Muse 嘅 fans。失落，你應該要點樣抱住一個正面嘅態度去面對？咁所以佢一開始都好聰明啊！我覺得，即係例如 Love Life Sunshine Aqua 呢對組合，佢第一句 tagline 係話佢做救我啊 Muse 咁樣，佢救我 Love Life， 我唔好記得嗰句嘢咩啦，咁上下嘢嘅。然之後個到動畫啦，嗰、那個劇情都係講佢哋被 Muse 去啟發，成為咗而家新嘅偶像組合，都有少少承先啟後嘅味道啊！至少喺故事上，但係會唔會俾人感覺上係一種叫做食老本或者炒冷飯嘅感覺？其實呢一個位其實你預期話同 Love Life 去自己去做比較。其實你應該是用另一套作品和它比較 Idol Master Cinderella Girl
同 Idol Master。喂 ，Vic Ogilo 要對比㗎，大家你唔好拎神話比較啦。Vic Ogilo 未有第二代組合，嗰度未有第二代，你點知阿潘哥會寫啲咩出嚟啫？都未有 Sleep Down Girl。iMap 點解比較呢？即係 iMap 半家同埋 Cinder Girl 係兩家唔同嘢嚟㗎嘛，呢一樣啦。城市入面嘅 Love Line 同埋鄉下嘅 Love Line 有咩分別呢？嗱，佢採取唔同嘅地方就係 Idol Master 個 portion 裏面，其實佢依兩套其實佢冇一個好直接嘅連結，純粹其實佢係開啟咗另一條線出嚟。呢一度其實某種意義上 ，Sunshine 唔係重新去 build up 裏面嘅角色裏面由頭開始，佢其實而家其實好多人都救病一樣就係咩呢？佢係借住前輩嘅光環去做，而喺動畫裏面就係大家都見到就係咩呢？佢哋不停喺度 display 緊 Muse 嘅一啲嘅角色同畫面喺個作品裏面浮現，就好似係咩呢？悟空死極都死唔去，佢係同一個問題嚟㗎，即係吳凡想做主角。但是悟空永遠都會在不知道哪裡攝出來告訴你，我兒子不是主角來的，我才是主角來的。無時無刻見到他們 Muse 的 MV 啦、海報啦、poster 啦，他們的陰影靈魂會用於對白動作分鏡重演出來。同埋其實攞 iMask 同 iMask Cinder Girl 比是非常之好的比較，我意思是因為正正就是 Love Live 同 iMask 這個取向不一樣的嘛，即是用動畫化取向。iMask 的 Cinder Girl 正正就是同 iMask 的風格大相徑庭地完全不一樣，即是 iMask 是走現實業界路線， iMask 是個誇張的角色屬性路線這個的，但故事的核心主題一樣，都是女仔在業界裡面怎樣追夢。好啦，到 Love Live， Love Live 嘅話其實就係、是、哦，由香港島變咗九龍嘅感覺啦，差唔多變新界啦呢一度，去離島咁樣。佢有一個好絕對嘅差異就係、是、OK， 原本 Love Live 佢有一個講咗等於冇講嘅設定，或者做咗設定等於冇講嘅設定，就係、是、話做呢一個校園偶像係為咗拯救學校唔會執笠嘅危機。咁仲有救到喎，你吹唔漲喎，係咪先？救唔救呢件事其實好閒嘅啫，其實故事去到後面已經冇乜再提過嘅事情。佢後面佢就話咩啊？我冇贏到嘅，但係點解多人讀咗？咁關唔關佢哋事？佢冇一個必然性嘅關係㗎嘛，大佬。唔係呢個設定只係嘗試將佢圈咗一個舒適嘅地帶，就係、是、佢校園偶像啫，唔係一個咩嘅偶像，所以佢就可以好多嘢都好天真嘅環境咁樣。O K， 呢一套嘢其實我覺得係佢連呢個設定都慳翻咗啦，已經係純粹。佢哋係想成為呢個校園偶像，咁其實你頭三集裏面最主要其實都係講阿千哥，其實你記得我個名字，我睇咗好耐我先記得，大佬真係。個問題在於就係話一個好單純其實好普通嘅理由就係、是、哦，我因為混混噩噩生活咗咁多年，我睇完 Muse 又發覺我覺醒啦，我要成為呢個學園偶像。唔係咁都唔緊要嘅，其實我覺得。咁其實你就算係香港島同新界咁地貌上唔一樣，啲人可以唔一樣嘅，其實唔需要全部人都好似 Muse 嘅翻版咁樣囉。但佢係好似要翻得囉。但佢係特登地要翻嗰啲嘢出嚟，呢、這個先係令我覺得好唔係奇怪的地方囉。佢見到 Muse 應該咩就何有，就應該做地方偶像啦，大佬 ,Local Idol 啊。咁嗰個 Wake Up Girl 嚟嘅啫。唔係 ,OK。個問題在於係乜嘢呢？佢本身個佢唔係本身成功，在於唔係佢依一個動畫裏面佢咁樣去 build up 呢啲女生嗰個嘅手法啊嘛。我都係同頭先講就話，佢唔係一套動畫嚟噶嘛，佢係一套 MV 嚟噶嘛。其實係嗰啲咁嘅動畫情節，其實係我甚至認為係賴過嘅啫。其實剩咗啲 MV 再睇喎。Sunshine 裏面你用翻呢個套路啫，唔係呢個套路成功啊。其實係個問題係感覺上係 Sunshine 係食緊老本，食得好緊要。同埋佢成日講咧，其中一個啦，紅色頭髮嗰個啦，即係話彈琴嗰個啦。其實咧，佢係話佢係原本喺 Muse 嗰間學校度住移植過嚟噶嘛。咁其實感覺上就係、是，喂，你不停攞翻 Muse 個成功力嘅老本，你食完未啫？即係講真，即係睇完之後，喂，食咗好多鑊噶啦，你不停播 MV 又食，喂，大佬啊，夠啦！你一係新生，你係新生，你一係做多少少你自己嗰啲，跟住就係一集已經係播 MV， 第二集又喺度講翻佢嗰啲回憶，喂，大佬唔好玩啊！我覺得個問題而家佢要經過一個過渡期。嗰、那個度期我稱為就係咩呢？湊仔期，係要由班前輩湊住湊到佢哋真係可以自立為止。我唔知佢果斷定決斷啦，就將 Love Line 嘅所有嘅角色，而家佢其實基本上係 Close Line 咗啦。其實係之後我相信佢一定會有 Crossover 佢哋兩邊嘅 project， 但係而家唔好理住。但係喺呢個 moment 裏面，佢要建立返 Sunshine 水團裏面嘅角色，佢哋可以俾人鍾意嘅嘢就係咩呢？佢一定要，佢而家係要靠就係前一代支持者帶落嚟，等佢哋咩呢？習慣咗
呢個農村嘅生活啦。OK， 習慣咗，你唔好理佢係咪農村住，習慣咗呢個農村嘅生活裏面，而且窿窿地攞嚟嘅粒板喎。喺農村裏面享受到農村嘅樂趣之後，而去愛上呢啲角色，仲要向下妹啊！唔係，我想講嘅係咧，呢樣係好正常嘅。你睇翻一般嘅偶像，講緊現實三次元嗰啲啊，係啦，即係 AKB 又好，嗰啲都好咧。即係其實佢帶新成員上去，應該係有個交接期，新同舊一齊表演，慢慢俾咗新嘅人有表演嘅機會、出現機會，咁先做到。好啦，動畫可能做唔到呢一樣嘢，但係如果係咁，係咪要真人 live 嗰度多啲做呢味嘢咧？唔係喎，而家係即刻轉咗喎。你講 Akiba 嘅話，啲人一身推嘅喎，我唔轉人嘅喎，咁你點？佢一身推都好，咁但係都可以吸引到啲人唔係一身推嗰啲。呢個係我嘅徒弟啊！照住佢有話，其實你講呢句嘢，你係冇乜說服力嘅。其實不過我都想問一問我哋講 idol 啊，點解嗰陣時 Muse 咁成功？其實因為九個 idol 當時都係佢哋嗰個雜誌啦，寫啊去投稿啊，或者去咩即係想話點樣去投票啊，點樣邊個角色有邊個特性？即係例如嗰陣時話阿希嗰個特性原本唔係咁噶嘛，即係唔話中意占卜係一個較憂鬱少少嘅女生。跟住然後今次嚟講。九個女仔個特性，大家覺得係咪真係好吸引到人？我本身留翻個主角，我咁講嘅喺成套作品裏面，而家個三集裏面，佢 present 到嘅一啲嘅故事或者角色嘅特性，其實係好空泛，即係嗰種係咩呢？我稱之為嗌口號，佛線捉塵啦。我只能夠話係嗌口號，不定係強調嗌口號。其實佢嗰個口號嗰種嗌法，或者佢嗰種咁嘅片音方法，嗱，唔好意思，得罪各位支持 Sunshine 嘅支持者或者觀眾。咦，戴住頭盔啦，開始。我覺得我係同睇緊迷家係冇乜分別㗎，同我咁話輸贏有咩分別啊？夢想、希望係咪熱血努力啊？類似啦。如果嗌口號就諗起賣保險啫喎，唔係嗰啲係議員嗰啲咁樣話堅實務實有承擔嗰啲嚟嘅啫喎，即係有事要揾嘟嘟嘟嗰啲咁樣嗰啲嚟嘅。Love Live 依個 project 裏依個系列裏面嘅特色就係咩咧？佢唔係靠故事或者好似你 Idol Master 先舉例或者 Idol Master 咁樣，佢靠故事去建立嗰個角色嘅性格啦，或者個遊戲裏面嘅一啲劇情去建立個角色嘅性格啦。佢係靠咩咧？佢真係靠口號令到你話。我就係一個咁嘅人嚟㗎啦，你信唔信啊？嗱，但係咁樣都話喎，即係嗱，如果你話咁樣嚟個，即係之前 Ellie 講阿哈拉蘇咁嘅，即係嗰個俄羅俄文咁啦，咁喂呢個會好似咁，我記得，但係我呢走集之前真係好難記喎，感覺上。而 Sunshine 嘅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呢一則嗱，呢個係我個人自己嘅一個解讀嚟嘅。Love Live 嘅成功配咗就係咩咧？九個裏邊基本上。九成九嘅人，僅有一個會打得中你，即就算佢唔完全打得中你，你都未必，即你都話有啲話哦，依、這個都 OK 咁樣嘅，係啦，九個裏面我覺得呢個最 OK 咁樣嘅，一定會打中。而問題在於就係咩咧 ？Love Live 原本嘅九個角色，佢哋嘅手臂話係實在太廣啦，而去到 Sunshine 呢個位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成日都話㗎。佢咪佢嘅二世咯，佢咪佢嘅二世咯，即係佢咪即係佢嘅混合體咁樣咯，變成係乜嘢咧？佢哋而家不停係同前輩去做緊比較啊，因為前輩個手臂範圍實在太廣啦，佢容納個屬性，所以我太大啦，我完全明白個商業邏輯點解係要推一個九個好似嘅人。去做新成員咯，一身推嘅道理就係呢一度啦。其實你一身推嗰個角色，你只係需要佢嗰個角色嘅屬性。咁我只要中意翻九個得噶啦。你個推去新嗰個同一個複製人一樣嘅人，冇可能的。我唔同意喎，我一身推嘅推落田彩，會推個新角色嗰個啫。唔係你應該轉一個新嘅完全唔同嘅屬性角色。或者咁講嘅，佢依度就係咩咧？我會形容就係一個餐牌裏面嘅菜單，原本 Muse 嘅其中一個角色，佢係咖喱牛腩飯。但是咩呢其實我不是真的咁鍾意飯其實我是鍾意咖喱牛腩嘅。佢而家將個咖喱牛腩混咗其他嘢落去而家係咖喱牛腩意粉。我鍾意意粉我鍾意咖喱牛腩。呢兩個角色 match 埋你見到而家就係點解啲人話會不停有啲角色佢而家係將啲咩呢將原本 Muse 嗰九個人嘅特性全部拆散曬再重新組 LEGO, 組合埋一齊。變成而家即當然佢有加啲新演括一啲新嘅叫做元素嘅嘢喺度。所以裏面我就係記得鍾意病嗰一個囉即係會打叉返先用係啦自己個手勢嗰個囉。因為就係咩一堆仲係犯緊嘅人嗰陣時佢鍾意做一碟意粉出嚟俾我睇㗎嘛。咁咪就好明顯地見到有唔同。吸引你一個問題啦所以呢個就係、是。即係呢個位都係嗰個問題就係話而家我撈咗一個新嘅菜式俾你。
你覺得嗰個人係似綠花走落去，走落去無啦啦走落去 Muse 度，即係走落去啲對新沙度活動感覺。O K 啦，嗱，九條女入面你冇印象，特登呢一個你有印象，記得佢個樣嘅都已經叫成功啦，知唔知啊？唔係，但係我有個問題喎，即係咧，而家唔係九十年代啊嘛，即係你唔會同我講話個屬性係新嘅，得你依個人有噶嘛。即係如果你話我要將 A、B、C 三個屬性拆散咗，問題 A、B、C 三個屬性我同一季可能喺其他作品都見到，咁我點解要推你依個先？即係你個一身推冇意義噶嘛？我見過所謂嗰啲，如果嗰個角色換咗第二個人，然後啲 player 或者係觀眾可以繼續中意佢，通常都一種情況嘅啫，就係依啲係嗰啲咩轉身啊，嗰啲繼承嘢嚟嘅。就唔會係一個完全新嘅人，咁你冇得一身推嘅冇可能。嗯，我相信好多觀眾其實睇 Love Live 嘅時候，可能對其中兩個角色佢好鍾意，就係、是、佢覺得話：哇！你哋兩個混埋一齊就真係快發曬啦，真係。Sunshine 其實係做緊呢一項嘅工程㗎，成唔成功我唔知道，激唔中我其實係因為係本身成個 project 激唔中我任何嘅嘢，我好難做一個好客觀嘅判斷，究竟佢個混合個情況究竟算唔算成功？但我覺得就係話，至少喺我嘅朋友群裏面係有人已經叫做咩呢，暗暗地都已經投入咗某啲角色嘅懷抱裏面啦，所以某種意義上我覺得話佢真係打緊呢一個嘅牌㗎。但係係咪一定成功的？嗱，我真係想講一樣嘢，唔敢話一定成功啦呢樣嘢，睇結果論嘅啫呢樣嘢。因為睇古仔係弱嘅，因為嗱我講翻話，即係當時話第三集爆起啦，即係話。阿可多卡加另外兩位阿可多呢兩位咁啊，阿烏米三位就去跳咁啊，出面冇人咁，成個 stage 冇人咁嗱，阿花田十輝咧第三集咧幾明顯炒冷飯噶啦，即係講得又係做，不過個古仔就唔同，臨尾就話因為有啲人帶關係啊，就帶到啲人，而佢哋努力去派傳單，而帶到一扎人，就算諾爾斯執啊、行雷閃電啊，都走去睇嗱，當然嗰、那個感覺咧。我就已經覺得好牽強啦，冇錯、啊，即係接近係冇可能嘅嘢。唔係嗰個位其實係訴説緊一個殘酷嘅現實㗎，你要明白。但係問題在於係如果殘酷嘅現實嘅話，其實 Love Live 先係喎。我話唔係啊，我話個殘酷嘅現實係講緊就係話佢話咗俾觀眾咧，係啊，我而家係靠 Love Live。原本 Muse 嘅人氣去拉水團嘅，我知道而家水團係冇人氣㗎。係啊，即係好大鑊。佢係訴説緊呢個殘酷嘅事實。係佢一個比喻嚟嘅。嗱，當年 Love Live 冇人氣就冇人氣啦。而家嘅水團係咩啊？冇人氣，但係會扳到馬過嚟俾人氣你。所以呢樣嘢就係感覺上唔係咁好睇咁同。係，其實你而家三集裏邊個諷刺味其實係好重㗎。即係我，因為我可能我唔係嘅話，其實我自己可以叫做咩咧？企喺一個高地裏邊喺度哈哈哈咁樣嘅，大家唔好怪我呢樣嘢。而家咪就係咩咯？話俾你聽，你班 fans 應該要點樣自處咯？嗱，係啦，嗱，所以咧，其實九個角色之中啦，即係當然唔計話有幾位真係冇乜出過場啊，善子嗰啲真係純粹癲嘅啫，咁啊，即係其他嗰幾個阿 Ruby 啊、阿花園，即係 fans 同埋紅色頭髮嗰兩個啦，即係一個唔好出聲嗰個啦。嗱，女主角即係當千哥係 Honoka 啦，我即係當係啦。千哥個吸引力幾明顯比 Honoka 細嘅，我感覺就嗱，同埋我未見過一個女主角真係冇得見人裙底咯，即係我冇見 Honoka 真係見人裙底喎。咁呢啲嘢咧，真係話俾你睇口味嘅，其實真係。咁好老實講，即係話我都話呢套嘢而家係一個將所有嘅元素做一個洗牌嘅工作，洗完牌之後，而家究竟佢可以發揮到幾大威力？其實老實講，對我而言，我覺得。佢高層，佢哋製作群嘅高層，佢哋都抱緊一個觀望態度。但係我即係我最後一句就係、是，如果作為非 fans， 我就已經唔會吸引到我啦。而家個考驗嘅地方就係佢啲可唔可以轉移到原本嗰啲 fans 去新嗰套作品度？因為其實佢依個做法，當一班好相似人喺度，佢葬送緊呢套作品咯。其實而你依度亦都係要睇一樣嘢，即係呢個唔係 I Mark 係啊，即係動畫以外嘅就係佢手機遊戲裏邊，佢亦都係暗暗已經係將呢樣嘢，即係啲人係講個好搞笑嘅題目就係咩噶嘛？連個 Apps icon 都變咗做水團啊嘛 ，Muse 嘅時代正式過去啊嘛，咁但係即係依個好諷刺地就係喺 Muse 嘅應該喺 Sunshine 裏面嘅就係不停喺度穿插緊就係 Muse 嘅影子，變成就係 Sunshine 係真係可以成功咩？啲人其實對而家呢樣嘢都係抱有好大嘅疑問，但係你無可否認一件事就係、是、的確已經開始有部分嘅人，佢有啲可能比較雜食啦，兩邊都 OK 嘅。有啲已經係可能轉，有少少已經係可能轉移咗咩角色，都係可能口味去到講到好盡，因為叫做咩呢，好多時就係喺一啲叫做作品，其實大家睇動漫作品又好咩呢，喺冷門嘅時代呢，有啲人係唔出聲嘅，就算佢好支持都好。但係到佢一紅起上嚟嗰陣時咧，呢條友就會突然之間站出來咁樣嗰啲㗎啦，你會見到係好多依類型嘅支持者，依班人幾時先可以正式？
浮喺水面上面呢，其實就要真係睇究竟而家今次重新洗牌之後嗰、那個嘅影響去到幾大，可以去到點解？我覺得呢套即係三集以嚟，我覺得好夾硬嚟，同埋即係你帶動唔到我嗰種感覺咯。你就算最後嗰集，哇！即係覺得我寧願你冇人睇而去臨尾死死地氣，再去做翻啲基本嗰度，因為好過大專登就為咗人太軍械帶咗成堆人過嚟，跟住仲要其實有幾個咧，仲要嗱金色頭髮嗰個有錢女嚟嘅，跟住嗱嗰個啊學生會，雖然即係之前 Mills 都一個係有錢女，一個係學生會長，雖然亦都係打散咗。但係感覺上今次係使用呢啲嘢嘅情況係更加嚴重喎，即係覺得你係用特權嘅情況下更加嚴重，我更加覺得你哋新生係唔好睇喎。我咁樣講啦，最後我都係見到，從來都係講一件事，我從來唔會當 Love Live， 無論原本 Love Live 嘅動畫同埋 Sunshine 嘅動畫，我唔會用一道動畫嘅角度去睇佢，因為用動畫嘅角度嚟講嘅話就係咩呢？我15分鐘都堅持唔住。因為佢根本上係一個計劃，佢係一個商品模式嚟嘅。我哋應該係用一個商人嘅角度去睇呢一套作品，你先會發現到就係、是、哦，究竟其實佢係想做緊啲乜嘢？咁當然老實講話，我就話哦，你係 fans 嘅話，當然你唔需要用呢個角度啦。但係作為唔係 fans 嘅我哋，其實我哋係會用呢個角度去睇，就係呢個 project 究竟點樣可以成功？老實講話，我唔會反對，就話我唔係反 Love Live 嘅人，就話佢可能成功，但係喂，佢呢啲商業模式可能係值得借鏡嘅喎，其實係會係。但係老實講就是、我哋就變成就係咩？睇佢點樣做？其實係一個我哋嘅。我哋喺呢套動畫裏面，我哋可以尋找到嘅嘢啊！呢個係值得睇嘅例子嚟嘅。一個咁樣本身 Love Live 嘅爆紅都係有少少史無前例啦。咁一個史無前例點樣去延續，咁都係一個好好認真研究嘅 case 咯。係啦，係咯，就咁簡單。咁只不過係由都市，我哋做完都市研究，我哋而家做鄉村研究啫嘛。咁你唔可以忽略研究數據嘅重要性啊嘛。我明白嘅，大家聽完呢就啲話，你哋評完套動畫真係點樣啊？我評完之後就係話。你係 fans 嘅話，其實你係唔需要聽我哋講呢一集嘅。其實我覺得係，你唔係 fans 嘅話，你聽呢一集就係話，我話俾你聽 ，Love Live 嘅動畫應該要點樣睇，係啦，你唔好咁在意佢嘅內容，你在意嘅係佢嘅手法。好，我哋呢一套就介紹呢度，咁我哋去下一套。